我们现在呢要去那个基隆找我们的 Subway Subway 也是刚果的朋友，好简花旗。我们现在来到了基隆火车站，是我们的司机。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的司机蓝先生。不会，这会是最后一次了。真的太远了，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吃中餐，因为赶来的路上实在太累了。你看，哇，现在还要上来 ？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 还是我们刚刚说取消的，还是刚刚说取消了？这是我们的布雷克林。哎哎哎，其实我这样来找你是不对，我知道是违法事，没有到。刚刚吃什么？可以吃饱就。今天礼拜六怎么会开呢？这是画面，不要笑，不要笑，他现在很认真，太过分了，太过分。2000 years later， 大家好，我是欧力的朋友，我叫易经。我想今天我们来到世上最难爬的硬汉岭。我想话不多说，是不是 ？Let's go。就是我们纯粹是来看夜景的啦，根本不是来爬山。如果真的有机会我们要来爬的话，我们再拍一部。你又不来爬？因为我累。Nope， 你都说你没空。因为我上班很难休到六日，就是大家都有各自事情要忙。讲到这个就心酸。这边超级冷的。我超喜欢一个人的。这两天台北天气都变得超怪，就有几天是热，有几天是冷的。然后现在就是很冷，然后现在风又很大。来个小屁孩的情侣在那个画爱心。你们好，一般都是这样啊。你在镜头 take 一下那个爱心。有逼我！哇！捡钱喽！哎，好帅哦！哇！呜！啊！小熊，感觉他是从小流浪到大的。但不怕，他也可是比较流浪。通常有人养过，要么很怕人，要么你摸他的时候他会有反应。对啊，等等，那好可怜哦。其实我每次只要看到这种流浪动物，我都觉得心很痛，真的。就会希望可以帮助他们什么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们看到这些流浪动物，就是不要去驱赶它，因为它下一餐也不知道在哪里。就你能够帮助它，就尽量帮助它。就是我们做人就善良一点，这些动物都很可怜。强调，领养代替购买，养了你就不要抛弃它。领养代替购买，养了就不要抛弃它。没错，不要弃养。五谷还是有很美的地方，好吗？之前的我就在这边看101，这边会有一个很小的一根柱子，然后在发光，是101。这边是看不出来了，我是跨年的时候看到的。走啊，今天夜爬，看不看？认真啊，爬上去啊！我在下面等你。你看，你知道刚刚我怎样？刚刚我不是说问嘉琪意见，他刚跟我说要不要爬山，我差点揍他。各位国民老公走了。各位你们的国民老公。